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刘安青。标题写的哦，投资朋友，我们五月份的电力秘籍已经都没有了。但是今天啊，真不好意思，应观众朋友、应投资朋友的要求，问说还有没有？我们的业务主管啊，说今天跑来跟我，可不可以去二刷？我想了半天，我想想应该可以。对，我上礼拜是跟他讲嘛，对我们研究了这个电力的股票。研究了这么久，你看今天喷到什么了？今天连电源都喷上来了。而且你看到上个礼拜很明显，上礼拜五的节目你有看到吗？对，我连我自己的同事开始认同了华晨，叫会员赶快追华晨。你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十几块买，不是五十几块买，也不是七八十块买，买到一百五十几块，真的是好消息，你知道吗？慢慢这个族群被人家认同了。虽然我不太知道你这个时候再进去买有多少的胜算，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毕竟我所讲的东西人家认同了，包括光宝科也是一样。今天很多人问我光宝科，我说这我本来就用来当做存股的标的而已，没想到存到标股了，拍谁啦，对不对？喜欢拍谁还是光宝科拍谁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想很多投资朋友都搞错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航运股海运，说海运来存股，刚好前天，对不对？又有投资朋友，我不知道透过 Facebook 问我，偶尔会去看一下，偶尔很偶尔，我不是每天有时间看。他说啊，他想要存长荣阳明，对不对？因为长荣阳明配很多，一个配70，一个配20嘛。因为现在有市场一个说法很有意思，他说如果今天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假设，你看嘛，阳明不知道是不是61块，我们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他说假设啊，阳明现在60.9元。对不对？他配20元，所以呢，配完之后大概是剩40块。可是你拿了20元在手上，哎，是不是这40元其实很难跌下去啊？你最多就是那40元的，怎么样？那个40元的那个风险而已。也包括怎么样？又有人这样跟你讲啊，投资朋友，长荣配70嘛，我们假设150配下去的话，那剩80块。其实怎么样？你的风险不高啊，你已经等于先拿80元回来了。我听你在打嘀嘟嘞。如果要这样做股票，你干嘛做？我请问你。而且我跟他讲哦，不管长荣或阳明，你怎么除怎么除，你都要缴健保补充费，你实际上拿不到那么多啊。除非你买零股，对不对？买零股的话，就不如不要买嘛。这种股票你买什么零股？所以我很不太懂那一些人在想什么。你就这样去想吧。啊、哦，150元啊，除70元，看80块，其实这样扣一扣，什么我的风险才剩多少？拜托，你是没有头脑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不会会计就不会算，不是，那有数学都算得出来啊。什么风险值是 剩多少？哦，什么80、70啊，80再减70，剩10块钱的风险。我听你在扯，你是用150块买的，投资朋友，你是用150块买的，你不是用80块钱去买长荣啊？你不是用，对，你不是用40块去买阳明，你搞错了。这种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，包括今天早上我也看到有网友在干掉这个乐活大师啊，乐活大叔啊，施生辉，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了嘛，这都是骗人的啊！什么40几岁被裁员啊，刚好那个房屋也没有房贷，然后存款一大堆，所以开始买0050，开始买0056。之前跟大家讲过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有教授研究指出啊，如果你用存股的方式的话，你存到85岁就可以退休了。现在台湾人的平均岁数啊，女生可能有，男生是没有到85、哦。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相信那些存股达人，我讲过嘛，叫你买兆丰金的存股达人，帮他的狗跟猫啊，存股这伟创跟英业达，你看人不如狗，人不如猫，笑都笑死我了。回到今天的节目的正题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电力。秘籍二刷，所以投资朋友，如果你这一次对不对没有来得及的，投资朋友没有来得及的，应大家要求的哦，没有来得及的，赶快好不好？你再不上车，怪不了人。我跟大家讲，我经过4年的研究，很多人都是用混的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这4年来研究最多是可能是长荣、阳明，难怪每天在那边留恋长荣、阳明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次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这今天主管来跟我讲，可不可以再印个一百本？我真的想了很久，想说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我根本不在乎业绩啊。我们主管来跟我讲过多少次，叫我在网络打广告，我说我不愿意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么有知名度，还需要打广告吗？送资料我也不要啊，投资朋友，我干嘛送资料？我请问你，大家记不记得全新？我公开爆你牌，对不对？会员持股爆你牌，我爆你牌哦，你动作我看到。投信买一百块，现在高涨扣来买，直接爆你牌，时间是4月28日，回去看，对不对？你礼物有没有收到？这三天这样砰砰砰上来，我告诉你，五月营收应该还没公布，他五月营收很好，市场这样讲的、啊。你90元买，现在115.5，哎，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你说没有，没有买到那个伟创那种标股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还是你要看到宏硕涨到500块，赶快叫会员赶快试价买进，莫名其妙到极点。宏硕是很好的股票，我这样跟你讲，对不对？标题告诉你什么？续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你礼物有没有收到？还是不然，你至少也应该打电话去跟我学弟要礼物啊。他也是什么五告送啊，是五告搞那里面也是送全新嘛，就上礼拜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很好啊。鱼有容焉啊，好不好？鱼有容焉嘛，都跟你讲过了，吃一下投信豆腐可不可以？可以的啦，真的可以的啦，好不好？这些我都不多讲了，讲很多次你我在那边吹，自吹自擂，这全部都是白纸黑字为凭证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期货，说真的，早知道不出手了。第一次出手差一点，差几点？第二次出手的时候，一出手我看到这个状况不对，对不对？就输50点嘛，就这样子。把好不容易迎来的，对不对？79点又变29点，不过没有关系啦，本来就有输有赢哦。我就跟他讲过，本来就是有输有赢了，对不对？上礼拜跟他讲过吗？涨停我出一半试电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很多同业，他们现在好爱试电哦，真的好爱华晨都很爱。那你都没有想过70-80块买试电，竟然可以赚一倍，我也没有想过，没想到这回事，而且很快的赚一倍，时间很快，对不对？时间真的很快嘛，好不好？时间真的很快，这我不多讲了。好不好？电力秘籍再跟你提醒一次，今天我们业务主管要求的二刷，好像再拿100本而已啦，我没有多少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说哎，刷500本比较便宜什么的，我不用，各退几把，对不对？各退几把不能晒啊，要就要，不要就不要，我们不稀罕你们，好不好？不稀罕那种，对不对？要有正品，要有送标股 ，man， 我等时拢讲过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你看。我这上礼拜告诉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就是储能军工 AI 嘛，你要抓到主流，不是抱海运等解套，钱是从天而降的。今天连新光金这种阿猫阿狗，中环这种阿猫阿狗就涨了。中环我最近有跟大家讲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投资夏都饭店，你看好很好笑哎。中环最有名是什么？巨型韭菜在那边当航海王，这边冲浪，冲了半天不知道有赚没赚，结果投资夏都饭店跟远雄来，竟然赚了大钱。你就讲欧明雪太温暖好，对不对？温暖够好诶，对不对？那些观光股，我说那比较高的，什么凤凰那些，你都不要去看了。为什么？凤凰的净值是几块？中环净值15.7，这一次有机会要挑战净值。那另外新光金，事实上我长期帮大家追踪，因为我真的就是要公司啊。如果换老板就有机会了。来了，投资朋友，我看到这个新闻啊，我就觉得蛮好笑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早上贴在这个。我的粉丝也要把他当日本天皇，对不对？说真的也是很爆笑啊，就是他弟弟说的嘛，对不对？吴东亮给吴东信2封家书，要比照日本天皇啊，尊吴东进为荣誉董事长，集团共主，负责房地产、医院、保全等事业；吴东亮负责金融事业。哦，双方谈判破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里呢怎么样？这里他是怎么样？他说洪世奇不出来。搞了半天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其实我在洪世奇这边，我们虽然没有任何一张新光金的股票，但我说真的，就是要把吴东进给拉下来，嘎屁股来，嘎屁股来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一个那么大东西，哎，新光金没赚钱，他们在香港不好过，那是你说的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经营金融股啊？以前有一家银行叫宝岛银行，我朋友跟我开玩笑，保证岛，对不对？后来被日盛合并了嘛，对不对？波德哎，波德哎。波进的，对不对？很多都这样子啊。你有银行哇，金库拿不完，对不对？打呆账，打自己的呆账就好了嘛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多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
五统熊又出来了，五统又出来了。我说真的，我也蛮讨厌吴东亮的。吴东亮去这个递交说我是秃鹰啊，说递交三个人，我是其中一个人啊，莫名其妙。要不是政府救吴东亮，他也是挂了啦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2008年那些金融股，中信金、台新金，对不对？一大堆金，他们的股票都要断头了，也没有钱能补出来，因为压太多了，钱都拿去吃喝玩乐了嘛。我让可以提拨掉，政府对不对？规定说，只要不要低于净值啊，用净值来看，不要用股价来看，都不用断头。因为那时候我朋友在某个叫华差银行上班，他跟我说，他们当天早上我们要断头星光金的。上面说不行了，他说行政命令来了，看净值，看净值啊。那当时我朋友朋友现在人在马来西亚，他应该不会看我节目，没关系。他的那一任的女朋友啊，后来没有结婚，在台新金上班，做理财部门的，说希望我存一些定存去啊，即使是30万、50万也好。我说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倒，我还存定存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对不对？不多讲了，反正不多讲，不重要。对，不多讲不重要，反正呢，把它拉下来，洪世奇上去做看看嘛。洪世奇，我说真的，他一定比我还干啊！我没有星光金，我说每天在那边看笑话。洪世奇是有星光金，还认得星光金的特别股，他超不爽的嘛，一定超不爽的嘛。想也知道，如果他认识我，他根本不可能买任何一张星光金，他会把星光金全部卖掉，对不对？去买市电，去买华城。去买中心店，甚至买雅丽，我告诉你，他不认识我，没办法。不过说真的，他已经很有钱了，他不用再跟我们抢这种钱。洪世奇还做不起啊，还做不起，因为你们台湾球就有急，好不好？不多讲了。对，今天下午我要录给我的会员的顶尖对谈。不好意思，不是顶尖对谈，我写错了。专题讲座不是顶尖对谈，专题讲座下午而已，下午而已，叫 AI 显学。为什么？你看。三本杂志的封面全部都是黄仁勋，当然有人不以为然啊，有人说 AI 就是要空下去嘛。今天我刚下来之前，成龙啊，对不对？他20年前我跟他当过同事啊，然后说 AI 就是要给他空下去，对他举了好几档 AI， 他说都要空，都要空。那到底 AI 是显学还是 AI 是要把它空下去呢？其实我的看法是认为是显学。如果同学有兴趣的，我们礼拜五的顶尖对谈，我们请到的这一位美商的主管。我不能讲他是哪个美商，可是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。他是这一次啊，辉达 AI 伺服器的最大受惠者。他说 AI 要好10年，对，他私底下跟我们讲什么？讲散热，对不对？他说奇宏、双宏、技嘉这些公司啊，对不对？甚至包括怎么样？他说包括如果未来一些新的散热技术出来的话，假设啦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谈了很多水冷嘛，静默式可能就还没有那么成熟。可是廖婉婷跑去看了一下那个广运就涨停板了，对不对？静默式还没那么成熟，但是其他那些水冷，什么直接水冷，什么 air cooling 同学们可以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它是美商那一个不能讲出那个名字的那一家公司的设备部门主管，你 Google 一下，在 LinkedIn 里面有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没有遇到过这么大咖的，他4年没有回来过台湾的，有兴趣再回去看看，我不多讲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哪像你们这种，对不对？自己以为自己是谁？我说，就连航海王也搞了1年了，对不对？散户可以找各种理由去放空。他说我赚不到钱，说我要放空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你看今天的新闻啊，散户看空，外资在看多啊。你们永远可以找到这个理由，对不对？美债海啸来临不利股会表现，说美债不是已经结束？不是啊，现在美国要发债，大家说不利股会表现，你永远可以找到这种新闻来阻止自己买股票，甚至让怎么样自己去放空股票。我有朋友从创意300-400块就叫我放空了，700块也叫我放空，1000也叫我放空。我说真的，讲都讲不听，对不对？王博说啊，还好人家家里底子厚，不然早就睡火车站了，你知道吗？投资朋友，你知道创意从美洲贸易战？从美中科技战不叫美哦，从美中贸易战才对，不是科技战哦。从美中贸易战到现在为止，它从200多块变成多少？变成1400多块。你知道以前吗？四星吗 ？Air Chips， 卡扎来这爬庆狗，那种股票你找挖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也谈到那个在
在那个在底下对谈也谈到四星嘛，来这爬庆狗呀，你看在大股东拢是日本人啊，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哎、欸，完全不一样了。对，我朋友也肯看空这些公司啊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能跟你讲说他认识四星发言人吗？这样他会被我会被他打哈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讲，我说我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至少你不要去放空他们嘛，可不可以？不要逆势而为，好不好？然后你说，哎、欸，跌啊！你看今天你的加了旗红跌，你们双红也不行了，那么烂，你那么嚣张，投资朋友，那是因为0056。但是我跟投资朋友讲，闷还乐。今天一大早，我的会员真的很先就问我，对，请业务来问我说，我们是不是今天要开始跟他拼旗红，跟他利用拉回多买一点？我说先等等，先等等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我们旗红的成本大概是170到180左右吧。对不对？先等等，200元我有加嘛？不走，先等等。这边有写了，生效日19到27日。其实我认为这一段时间在加嘛，这段时间也跌不到哪里去了。我有去看了一下，其实旗红的0056的持股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昨天有朋友传给我，那、早上郑伟群问我要不要赌 NBA， 我说我要赌金块赢，他说他要赌金块赢，那我们今天赌不成了，结果你看金块就输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0056目前持有17530张的这个3017啊，所以大概这样想啊，五个交易日的一个缓冲期的话，一天呢大概要卖多少？卖个3000张，3000到4000张嘛，对不对？你等那时候再买就好了，不急。其实我认为旗宏现在都二字头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看到三字头，你都不要讶异，对不对？你都不要讶异啊，人家的3DVC 那么厉害。哦，都不要压抑，对，你也不用急着说，哎、啊，旗宏不会涨，赶快去买广运，卖安那样啦，金姐，广运是不错啦，但我说真的，这受益程度，你要怎么跟旗宏比啊？我觉得差很远，我觉得股价差很远，那也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礼拜五一堆人去追宏基，为什么？后来你才知道，原来是0056要买宏基。我说真的啦，大可不必啊，对不对？这种老板，我觉得这信用真的是有够差的，哎、欸。去年十月份，我跟大家讲嘛，这个我朋友凯中哥啊，今麦在招 IPC，PC 都在招的啦。说 PC 明年不好啊，最坏时候还没来。现在告诉你，哇，闹鬼时间结束了。结果呢，股价已经涨了大半天了。你自己看嘛，股价已经涨超过50%、70%、80%了。跟你讲，我闹鬼结束了。哦，我探他病去啊。我们不需要这种分析，这跟马后炮有什么不一样？对不对？不过有新闻指出，宏基今年一月份就开始拉货了。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大概是如此，好不好？那么回到0056，你看0056旗宏，对不对？抵消了台波、欸。当初一选台波，我就跟大家讲了，欧北算莫名其妙，欧罗伯子乌鲁木齐，大家知道吧？结果你看台波买到最高点，台波几乎出到最低点了。还好旗宏当时多少钱？100附近，旗宏让他赚了一倍。你还在那边跟人家玩0056不用了嘛？你直接买旗宏不是更快？那这一次旗宏对0056要把它剔除成分股的时候，你趁那个时候进去买，因为我相信今天投信一定卖超的，比较小投信一定想说我要避开那17000张的卖压嘛，我先卖再说，一定是这样做的，我大概这样猜测了，好不好？再来回到电源，投资朋友，我想全台湾对电源研究最深的大概是我嘛，这也不过是上礼拜的事情了。其实我连续两个礼拜都跟你讲光宝科，对不对？我说光宝科是企业转型，你都知道这个广达是企业转型典范，但是你知道的时候去追120没意思，你还不如去看光宝科。光宝科今天90几块了，内容我都不多讲了。AI 伺服器如果没插电，那么插电我掐毛您该照，没照啊，对不对？用爱发电还是它插在鼻孔？骗笑哥，别开玩笑了，投资朋友，微软的Azure，它叫 Azure 的一个电源供应器，3000瓦跟5200瓦都是光宝科独家供应。我也讲过电源厂的转型，同学们，台达电我不用讲了嘛，对不对？光宝科我也不用讲了嘛，飞鸿我也讲了 N 遍了。投资朋友，飞鸿啊，慈诺瓦，三万支的充电桩，都跟你讲过了嘛。投资朋友，这是我两个礼拜前去上前线前，我们要先提题目给祝华姐知道的，对不对？
朱华问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忽然想要讲电源供应器？”我说：“我上周讲光宝转型，对不对？那是礼拜一，我礼拜一玉堂或者是这个叶教授他们有没有讲？说没有。对，我说最近康舒很强，你要去留意到康舒，我都跟你讲完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贴这个新闻好像是乔威的新闻啊，对不对？好像乔，我记得好像是乔威的新闻，大概是如此。投资朋友，我都没骗你啊，光宝科今天96块钱了。”我讲过多少次的光宝科，我讲了非常多次，你有没有赚到？这是我教大家存股的标的，存到标股了，就跟荣钢一样，28块到30块叫你存股，没想到荣钢竟然给我赚，涨了超过一倍，我们还没走，还没走，还在哦，还在耶，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乔威伟讯，投资朋友，乔威都跟你讲过啦，乔威开始做充电桩啦，伟讯机柜跟电源啦。对不对？机柜跟电源啊，今天乔威也创新高了嘛？伟讯上个礼拜有一天创新高锁涨停嘛，隔天就打快跌停板，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更不用讲康舒，我说你看到0.06，哎呦，公司好烂！哎，下半年并入 ABB 事电源事业部门，哎，下半年就整个像吹气一样来吹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这还是我去年二月份在股市周报讲康舒，当时股价30出头啊。今天股价50几块了，布局充电桩，对，布局充电桩，跟你讲过了 ，AC to DC，DC to DC， 户外充电基础设施，还有燃料电池。投资朋友，我说燃料电池，你就想到这档股票，台湾最邪门的股票叫什么？叫做高利啊，叫高利。现在有人把高利拿去比万债，我觉得真的是很胡说八道啊，这技术差很多啦，卖饮料欧北贡，对不对？卖欧北贡，我干嘛？这技术差很多，我们不多讲这些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都跟你讲过了，为电动车未来5到10年领导通讯商，对不对？自驾系统，广达、辉达、安波福、辉达、NVIDIA 叫辉达，大家知道？美国叫中国，它叫英伟达。充电马达，台积电不台达电、康舒跟信邦，投资朋友，请你看一下信邦。信邦也没让你失望啊！我说台湾有些公司很烂，对不对？有些公司很烂，哦，要需要靠这个靠政府帮你打国际杯，打什么杯？做风电？哎，他不用哎，他本身就是全世界前10大的风机的那个连接器的供应商，他叫信邦啊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6282的股票叫什么？叫做康舒啊！我不讲都不会涨，讲完忽然就火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太神奇了嘛，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，我不多讲了，对不对？金象店，金色大象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外资那么看好金色大象？我在昨天做资料的时候终于看到了，其实我们常常跟大家讲金象店嘛，是我最看好的 TCB 啊，对不对？上游我最看好6274的台药，接下来怎么样？现在台光电好像也不错。以下游来讲的话，我最看好金象店，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金象店的制程能力56成。56层，我在那盯。你说那么多层要干嘛？放电路啊，不然怎么会叫印刷电路板？我在那盯啊。博智也大概50到60层，那是送样的部分，它是实际上就可以做到56层哦。再说建鼎做到几层？建鼎做到32层，32层够不够做 AI 伺服器？答案是够的。那你说，哎，我去买汽车版的股票，这些汽车版的有没有机会做 AI 伺服器？我觉得。机会不大，真的，我不要举什么例子，到时候说伤害别人，对不对？建鼎有办法做，博智有办法做，对不对？给你求为嘛，有办法做了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当然，最后一点时间，其实今天大摩出了一个报告，新闻没有写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报告很有意义哦，对不对？他开始回头看什么？看车电部分的什么 SIC 的，回头看啊，对不对？看在车电的 SIC 咯。SIC 真的这一阵子因为马斯克说他不用了，哇，跌得好惨哦。他开始回去看 SIC， 然后他看一档股票，我们去年讲过叫3707的汉磊，我还没有空把他的整个报告看完，不过他蛮看好的。他看到什么程度？他的是 SIC 的股票，他这样子列过来，汉磊是他第一个看好最看好的。对，大家知道狼树嘛 ，Osby 以前的 Cree 还排第三名，而且 Cree 还 Eco Weight 而已哦，对不对？汉磊他们看是 overweight， 哦，那当然整个报告还没认真看啊，看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，还来得及啦，对，还来得及嘛，
对不对？你看和泰车都有人看到千金去的，真是厉害哦！这是对元富的报告，我们就疯狂。那元富之前写6811耶，投资朋友帮你插旗啊，不是帮你插旗了吗？他说看300有没有帮你插旗？有啊，最高303.5，你看到报告冲进去303.5，到套到现在都在套，对不对？不是一阵子那边涨什么虎门、瑞阳，哇靠！对，瑞阳6572，对。6573，6753，对啊，瑞阳，大部分都买这种股票，你就去买吧，好不好？都去买吧，不多讲了，好不好？二刷，对不对？我们主管要求的啦，最主要是我们主管要求啦，没有别人要求我啦。他说二刷让他们好做生意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进行二刷，你再没上车，怪不了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会计师电力秘籍就剩这些了。那不好意思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或明天才参加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马上有办法记到，因为二刷也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啦、啊。哦，不是说对不对？什么射出成型这样子，要一点时间，不过几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希望这一波行情跟疯狗浪一样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要抓对股票。你看到吗？哎，阿猫阿狗的星光金、中环都在涨了，结果你还在海运在那边苦苦在那边，你还在傻，对不对？你也要 A 倒你也是 A 上，我们知道，好不好？祝大家超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